在平静的校园中，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小美、小明和饼干是最好的朋友。有一天，小美跑到小明的旁边说：“哦，饼干真的很胖，哎，胖死了。”“对啊，我不想跟他做朋友了。”“真的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我？”饼干不小心听到了，感到非常伤心。Oreo 看到了这件事，就跑去跟饼干说：“你要自己去跟小美、小明说，你不喜欢人家这样批评，他们才会知道你的心情。”我觉得他虽然可能没有经历过，但是他帮了很多人传达了这个。